最新2023到2024学年大洛杉矶地区学区的最新排名公布了。那么前16名的学区都有哪些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名，亚凯迪亚联合学区，顶级的华人聚集区。第二名呢，雷东多海滩联合学区。第三名呢 ，PV 半岛联合学区，这也是咱们华人熟悉的一个学区。第四名呢，最贵的华人区圣马力诺联合学区。第五名呢，拉肯亚达联合学区，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好学区。第六名呢，是圣莫妮卡和马里布联合学区，这个是海边著名的富人区。第七名呢，就是咱们熟悉的尔湾联合学区。第八名呢，就是南城县的拉古纳海滩联合学区。第九名呢，就是著名的 El Segundo 联合学区。第十名呢，也是很著名的 Los Alamitos 这个学区，非常好的一个区域。第十一名呢，是橡树公园联合学区。第十二名呢，就是著名的 Huntington Beach 的一个联合学区，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有名。第十三名呢，是曼哈顿海滩的联合学区。第十四名呢，就是 Fullerton 的这个联合高中的学区。第十五名就是著名的比佛利山庄联合学区，这个最有名了。第十六名呢，就是华人区核桃谷学区。新港之类的呢，都没有排到前十六名。这些里面有你居住的城市吗？